拍几课本。今仔日应该是44页哈，佮一小段还袂完。啊，这小段是对对来哈，按41页的本文，啊念一遍安尼。破除邪摄，菩萨有数伫心之上，何为为事？所犯众罪，终不服众，向他发怒，心无戒定。若是各界心明在理，如是及事，终不妄语，亦不异言。一切恶事，麻利诽谤，各大邪霸，种种伤害。受是苦是，但自求解，自以业报，不轻恨他，安住信力。若闻心清，难信佛法；自心清净，能摄受持。恰恰是为菩萨，有数伫心之上。啊，这内底伊都分三分做。第一，所犯上罪，将不服众，向他发怒，心无戒定。第二就是欲识各界，心明在理，如是及事，将不妄语，亦不异言。第三，一切恶事，麻利诽谤各大邪霸，种种伤害。受是苦是，但自求解。自以业报，不轻恨他。啊，即嘛自以业报，不轻恨他。咱头前即个是讲，上面三种的邪行是有，他利用生，利用那生一道心。这虽然是因为贪念心，主要还是因为。不信业报，伊是有种种的这种利用，如譬如讲知影是福报所感，伊就应该生随喜心安尼。就是讲，何伊，即使伊不如法得来，不如法得来，讲伊今仔日有得到福报，但是无福业，唔知讲。不如法去追求的，也是得未到。迄个时阵，伊是自作内心的苦果，应该避免的。当然，这个嘛未使妄动。这个就是相反的情形，将家己遭受着种种恶事来讲，如被人辱骂，还是讲被人诽谤。迄就是讲，别人用手来甲拍，还是讲脚来甲踢，还是牙棍啊来甲讲，来甲殴打，殴打就讲来甲讲。后来，起码这段就是经会解也未了，迄话了吼，还是讲起哄捆绑安尼。这个问题哈，家属讲了哈，出家人有这种情形，是历史上有写着，有哪有写着哈？譬如讲，师兄弟啊，冤家有哪有啊？怕啦，讲啦哈，这是真正哈，防讲防怕，不是师父甲讲甲怕，是边边因海徒弟啊，大家去期盼期盼怕。啊，即个伊即个是讲，譬如讲，互捆绑，或者互监禁起来。啊，即在历史那有，有时吼，迄个三朝灭佛的时代，有那互迄个官员入去抄佛寺啊，绑起来，有那有。啊，搁再一点嘛，也是讲命有身体啊，甲财物。啊，甲自由受着种种的这种伤害，啊，种受着种种的损失安尼。
一般的人是有这样的做法，总是怨天尤人，会怨叹就对。啊，现在这个问题，我给咱比如一个例，漳州日，在东港要去烧琉球一台船啊，火烧，这您知影，吼、哦，新闻有报出来。但是有一个妈妈，迄、那个救生衣，把囡仔穿嘞，啊，肯甲啊扯落安尼。啊，这个妈妈怎么挡伤？挡伤，因为一群人拢都是倒落的人较侪，倒落一台游览车去佚佗安尼。啊，这个妈妈嘛是倒，这个受伤这附近人，因为拢总有三十几个受伤，被火烧安尼。啊，以为着救这囡仔无代志，啊，迄、那个这妈妈挡伤倒来。会再去死去安尼，会再去死去呢？我看伊是伫遐个因厝人伫遐哭，啊个办伫遐个得唔甘安尼，连因大官吼看到这种情形，因大官嘛昏去安尼。伊讲这个新妇无当找安尼，无当找这个新妇才好呀。啊，像这个报纸诶，吼、哦、迄、那个。去报告这个新闻，迄、那个主播，佮讲伊厝里拢有个烧香，有个拜佛人的。啊，当然啦，是讲烧香拜佛，是毋是安尼就会当消业安尼？好像有计较想，但是伊拜毋是拜佛，拜神。啊，像咱来了解吼，这个定业。等于伊无转了呢。这个妈妈死去，唔得，应该这个，那要甲讲火劫，也是会使讲讲水劫嘛，会使讲安尼。等于定业无转。啊，像咱这么来了解，咱定业那要转，咱绝对袂使讲有烧香、有保庇、有食药都有惊去。这两句话吼、哦，袂通。烧香保庇，这是真必要。啊，食药有惊去无？你若食唔着药，讲吃错药，蛮严重的。咁是安尼，食唔着足严重。啊，食唔着药，讲惊去是惊什么去？哦，因为即卖药食唔着拢有副作用啊，所以大家拢知影。啊，即马咱来甲讲哦，因就感觉这个代志真悲哀，有烧香佮有拜佛的人会安尼，问题的出在讲，世俗家虽然有个向佛祖点香，吼、哦，还佮拜佛，是毋是安尼会当得到保庇？即马这个毋是保庇无保庇的关系，咱只罪业若要消，重点是忏悔，安对不对？重要是忏悔哦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今仔就佛教徒去烧香，伊人去忏悔，我甲你讲，应该有呐。所有的这个业报吼，现前来得人，有呐袂当讲我有去烧香，有去点火，我都可能特别产生业报安尼。这个咱来知影，重要是悔改安尼。啊！因在家人伊以为安尼就是就会迄落消业，不过因有时阵唔捌的人，连佛甲菩萨的面前吼，拢用三声五声来拜，安尼颠倒当罪。三声五声敢知啊？哈、哦，颠倒当罪。啊，做即个哪个用三声五声甲？来甲拜菩萨，就讲拜佛祖，即做点了当。啊，袂使讲因为安尼，伊就要消业。消业的重要是爱持斋修戒，当作恶业，啊，搁再拜佛忏悔安尼。这个是主点。哦，啊，你今仔日伊甲看咧，今仔日安尼，为着要去一个小琉球佚佗呢，啊，做有这款的业，这嘛是一个定业。因为卖钱就卖，不过伊是一定伫这个业种的安排下是爱去的。
到落一台游览车爱去的，哦，啊，今仔个自由这个结案。我说咱即马来了解吼，搁在一个西藏，一阵旅行团去西藏，并且去了达拉宫，啊，并且，啊，并且了一个女将死去，啊，十个、十三个受伤安尼，即有哪一个定量？催拜你去，啊，伫个所在产生到这个业报。这那是随便你去啊！所以咱就讲一个世间吼，一个问题吼，比如讲咱今学佛的人，我那是提前忏悔，一定要提前忏悔啊，修改，未使重新作业。有结忏旧业的消，修改就无生新业，安尼才会当转业，转定业。所以这点恁记好。所以唔敢讲，大家喺八关斋戒，找时间来去做，这不是个讲。八关斋戒，你找时间来做，不但会消业，甚至个净福。爱属性哈，这是真正的代志。啊，你告诉我，你八关斋戒唔去做，唔去参，啊，你戒行唔修，我跟你讲，要消定业困难。但是不管在干咧做，东西都好不起来。这是事实的代志，咱都甲咱讲过。自己的出家界，自己的出家生活，亲像迄个毗卢遮那，感觉几只？你甲看伊四季一工年，四季对六天的四天两天，五百年去哩，搁去哩托二天，托二天一千年了，搁去哩。夜摩天，夜摩天两千年了，去哩倒数天，倒数天四千年了，去哩六变化天，六变化天八千年了，去哩昙花自在天。安尼拄啊，昙花自在天搁在来数天王天，啊，再搁直直去哩，去哩到这安尼，啊，拄啊七变，敢袂记住？会吼？安尼到尾七变了，来诞生人间，悟得一尊佛，修因缘法了，正退就果。这是出家功德经来底写，一天过出家生活。哦，啊，咱即马那是无名利的人哦。反正你若遭遇到困难，佛陀、佛弟子哦，佛弟子无名利，就是唔是佛弟子安尼。因为伊袂当如法忏悔，伊就唔是叫做佛弟子啊。我咧讲是假三宝弟子啊。哦，啊，假使讲万一咱有做有一事事，咱来甲讲哦。啊，真久的时间讲，一般人的做有是怨天尤人，啊，受气达达。但咱今仔日来讲，咧提前忏悔。提前消业，应该这个问题都未产生了。因为强业中会产生白业，所以甲恁讲，恁有诶都有诶要做咧，有诶哪唔做咧。但我即马阁甲恁讲一段典故，这典故吼，就是伫这本《现无因缘经》内底，《现无因缘经》内底吼，是计讲。茶摩很薄品，在东西佛陀的时代里有一个婆罗门，这个婆罗门就是佛陀阿弥诞生的进程，这个印度都有一个信仰，但是这个婆罗门因拢总是叫做在家修，在家修一个团体，但这个婆罗门哦足善吃，安怎讲呢？也无钱，也无米粮，啊，三顿无一顿食呢。甚至呢，搁再讲呢，就是讲，裤甲衫裤都无通穿。啊，爱讲唔知即要来去问啥物人？我将来较会食会饱，啊，有衫裤穿，有厝通要住呢。即伊就问人，问讲，我今世遮尔困苦，
唔过我要安怎样种一个现世报，有这个福报安尼，现世有福报，上个无那好我三顿有通食呢。即卖人就甲讲，讲你唔知呢，今仔日佛陀出世人间，福度众生，会当利益一切，吼、哦，甚至众生若是愿意听佛陀的话，拢会当得到。啊，你若讲干那一个现世报呢，即简单，以前我即人甲讲。这个佛陀地主内底有一个大迦叶，有一个大目犍的，有一个舍利弗，有一个阿那律，这是佛陀中的这个十代地主中的这四大贤士安尼。你敢想办法甲供养一顿安尼？去甲供养一顿，你绝对会得到现世报安尼。啊，像这个人就较紧去。工作工啊，趁钱趁钱，趁一撮啦，无介济，总款一顿饭顿来，总外口款一顿饭顿来咧。啊，准去请摩诃迦叶、摩建连、舍利弗、阿那律四个等个因处，互伊甲供养安尼。啊，这供养了，即四位尊者甲讲，你去世尊遐受一遍八关斋安尼。啊！即嘛，即个婆罗门甲因太太两人，总去受八关斋。因太太叫做茶魔，好、哦、茶魔，即、这个茶魔伊个翻译起叫做安稳，名叫做安稳。啊，将这受八关斋个受了，等下经过无几日，都因个国个国王吼，拄、哦、啊出来个巡街，巡街了吼，忽然间。路边有一个中犯，后即个人要甲押去，搁再无规矩要斩首安。即马准要求国王，我一身心病苦，吼、哦，我今日就去讲偷窃啦，啊讲杀死人安尼，我即马已经犯罪啊。啊，即个犯者就甲讲要求讲，讲请你赏赐我一顿较好、较丰沛的即个菜食安。人家讲讲好，我等下我叫人给你送去。伊知影这个个干场伫倒一只呢。啊，再去等下吼，伊总讲叫伊内底人甲上棚伊内底人唔肯讲，因为迄条路吼拢贵啊，去可能伊有去袂当等下，袂当等下中间啊，即马伊准发一道告示出来，打电话讲，什么人代替国王？送一顿饭去到底，伊要想的一千金，一千两的金啊！啊，都嘛是无人买啊，无人买啊！到尾这个茶魔看到迄张告示，讲我也供养到这个个尊者，我嘛已经做八关斋戒啊，我嘛在八关斋戒做得了，我有福报，啊，佫身躯边有护法，啊，无我来去甲替国王送安尼。啊！即阵替国王送，讲着甲讲，你去送，我有那原在安尼，收你一千两的金安尼。啊！即阵就安尼了，伊就物件打咧，吼、哦，啊！就去安尼，去了吼，即马即个国王搁再甲查某讲，讲啥呢？讲，吼、哦，打你打的这物件吼，打去到迄个所在，转来。我绝对收你一千两黄金啊！呢，我就听伊话，搁再重新甲讲，安尼物件打呢，打呢，打呢，都行到路呢，出城对迄条路，因为迄条路拢贵啊！呢，啊，行到条路呢，拄有一个落差，就是龟母，迄、那个龟母吼，拄啊生500只龟啊，惊，所以这龟啊有胎生诶。啊，生个人吼，拢准爬袂起来。伊想讲，这个龟母要来食这个茶母，要来甲食这个人。啊，不过伊无够迄个力量去甲抓呢。啊，这样这龟母总甲拜托，讲我真足脆大也足要，因为我真多生500只龟仔囝呢。啊，茶母吼，讲好，你若是既然这样吼，我内底这物件是要送你对，我即马。分一寡互你食安尼，啊，食食贵啊无，因为拄啊，恁人若是拄啊，生产甚至
目睹足够吼，足要。感谢夫人，人感谢安尼吼，生产啦，啊，再食饱了，食饱了，即马只龟，只只龟无吼，反正呢，查无看嘛袂惊啊。当然龟啊，一面妈妈真无好看，啊嘛袂惊。啊，这查无吼，可以食饱了。即马即个罗刹问查无。讲你的名叫做啥？讲我的名叫做查摩。啊，查摩翻译起来叫做啥？咱全部甲人讲哦，就是叫做安稳安尼。讲啊，你开来行这条路，讲因为我要退国，要送物件来对伊安尼。讲哪安尼上好？你送去倒转来，我则一点金，我准备好你安尼，一点金哦。你迄个所在，我有一个小妹叫做阿兰婆。伊这个罗刹，这个叫做，这个罗刹叫做兰婆，哪一哪阿婆的婆安尼。伊讲你上去，你即马对到落去吼，我有一个小妹弟啊，叫做阿兰婆，家是阿人。讲你甲阮小妹讲，讲大姊生五百只龟仔囝，阿平安无事吧？好、哦、啊！你倒转来，我一点金给你安尼，一点，也是一副金。啊！再一去，看到这个阿兰婆吼，大家讲讲，恁大姊生五百只龟仔囝，啊平安无事。哦吼，安尼哩，安尼好。啊！你真要对对讲，我都要搁向前去讲好，你去，去到遐你遇到阮兄哥，叫做啥？叫做芬拉基。你甲阮兄哥讲讲，大姊生五百只龟仔囝，啊平安无事。啊，你倒转来，我那一点金给你安尼，啊，就两点。两点，即马伊去甲迄、那个，去叫得去甲迄个因兄哥讲，讲恁两个大姊吼，迄、那个大汉的生五百只龟仔囝，无平安无事。但是我已经甲恁第二姐讲啊。好、哦，啊！你即马，我甲你讲安尼，啊，我都传达了啊，啊，我正要来安尼。讲你要去对讲，我就是要来对一个家庭遐，有一个人吼、哦，甲国王讨饭，啊，要送来好食安尼。讲好，你若几个倒转来，我有那一点金给你安尼。安听吼，多三点，安尼三点。即马伊去了，饭送了倒转来，这个分阿吉一点金给伊。阿兰伯搁一点金给伊，搁等下到这个生五百只龟仔囝，这个也做兰伯，这个搁一点给伊安做三点。啊，三点呢，即马伊已经交差了，等下甲国王报道，讲我已经从这工课甲你商量啊。好、哦，安尼商量，国王都无失信嘛。虽然是这个还债，伊嘛无失信啊。总共好，我一千两金嘛，给你安尼。供养四个尊者，啊，到做一边八关斋戒，东西部，啊，东西部回来吼，好啊，大家都知影讲，忽然间就发展起来，啊，一挂周边的人，迄贫苦的人，就讲，我来恁厝，甲你斗骹手，甲你做工，好、哦，安尼好无？伊讲好啊，伊意思、这个啥差无？我那心量真叻，真快。好啊，恁来，啊来，即卖即个讲就想想讲，伊个名叫做安稳，啊，即条路拢贵啊，谁那个无要食个？啊，甚至伊个得到三点金等啊，佮得到我一千两个金，安怎吼？安尼偌济？安尼即个人应该福分真大，啊，才准钓伊入米来一袋。做这个来的大神，做这个女将哦，做大神。即马了后，开始得到王禄，但王的这种红禄。啊，即马来伊的厝阁有富兼贵拢有安尼。啊，所以即马这个查某较请佛啊，较精，施舍到这个财经大会安尼，叫国王来施舍财经大会。啊，搁到国王见好，到尾呢，
这个个茶摩开始修行，见树哥的很来错哥呢，就是树德王哥。哈、哦，所以我跟恁讲吼，不管大家功德再大，我嘛知恁在路上有人无做过，路上我拢唔捌做过。像那树安尼跟恁喊话，唔肯就是唔肯。好、哦，安尼直直跟你讲，你唔肯就是唔肯。总共无得到现世报，但是生活绝对改观，你未来福报会无量无数。搁再讲咧，一天的功德先过西方一百档，十天的功德先过西方一千档，会修行哦。为什么恁无爱？搁连板桥、八关斋戒，爱恁大家去斗下手。去包便当，恁也是不爱，有人也是不爱去。恁何况我那种闹的，事安尼跟恁搞十几档，其中一半也怪人得着。总是恁嘛爱回报师傅，啊回报师都无跟恁讲啥，是去帮忙师傅，去帮忙搬桥，去打斗包便当尔嘛。安尼恁想看嘛，有敬师傅无？没有呢。哈、哦，在团体事已经甲恁教育干咧，互恁未来绝对无对了，搁往生到处净土、富量啊什么的，你们就是内心吼、哦、乱七八糟。大家团体来山顶做工课，来遐发挥，遮有那后无人要去，后就部分无人要去。阿叔教恁是要创啥？恁这唔听话人教恁要创啥？当时吼、哦，提婆达多甲释迦佛糟蹋，释迦佛安尼甲伊讲，现身拢甲伊教，唔肯，就是变袂到达，所以佛得甲灭无耻，灭提婆达多无耻，不得已啊，唔知是惹佛得受气呢，还是无，所以甲灭无耻啊。啊，今仔日呢，你要当世，要下当生活顺顺，都最终那惨不都变了嘛？是不是安尼？最终那有惨不啊？迄、那个贫苦报都变富有起来，上界无嘛？有当食，有当穿，何里用有够安尼？好、哦，啊，即嘛只功德较未来，来世啊，拢回向到处净土。为什么恁有诶唔听话？这真受气呢！阿叔，我甲你讲一下，即马话阁讲倒转来吼。今仔日，假使讲今仔日恁啊，总讲咱今仔修行，真正修行哦，搁再有烦恼各种诶问题，有哪绝对袂使怨叹，怨叹都唔对。或者是你业障消弭哩，啊是你今仔日修行，我讲真正修行哦。还是无啥健康，安尼当然你业障攀升。啊，你若讲今仔真真正正好，真实个修行，真实个礼佛忏悔，今仔日伫三宝中，真真正正是一个好事者。那你讲今仔日会个安怎？你嘛唔免怨叹啦。我即马，家己呐吼，拢讲小朋友，我那个阿秋啦。讲来，咱握握手，啊，你点点头，啊，将来，哈、哦，长大智慧是三宝的好帮手，安尼。啊，你今日是不是真正三宝的好帮手？恁大人是不是安尼？啊，那告诉讲都有啊有啊那无，你要安怎讲？我要消业，要改变我个人的贫苦、贫穷、苦厄。怎么可能嘛？哦，啊，所以讲，我怎么为个讲，东港迄个负责人，伊为囝死个咧，即、这个都有另外一种阻碍的去处。虽然讲伫即个所在已经死亡，但是绝对有一个阻碍去处。哈、哦，祖母爱囝的去处安尼，迄种免怨叹。哦，啊，即嘛咱来了解啊。
今仔日，即嘛真即句话是讲，唔通受气安尼。啊，唔通受气即句话吼，那我来甲讲，我有哪会受气？但是我今仔无怨天尤人，地主错误，我哪会受气？讲袂听，比如讲，叫恁讲话卖讲话，恁讲袂听，我哪会受气？我跟你讲真的哈，所以进来的但是菩萨是深信业报，啊，唔过业报可转啊，会当转，唔是袂当转。那袂当转，是安怎破因菩萨叫呢？爱忏除业障，忏除业障，业障忏除自然，恶报就变善得啊，会当转。哈，所以进来讲深信业报，所以呢，受到这种的苦难。只是家己怪家己，责备家己，到底过去是做什么恶业安尼？过去到底做什么恶业？好、哦，你得讲了。啊，我恶业，我今仔日有落实个忏悔无安尼？啊，伫三宝中有真真正正落实个配合无？好、哦，一定要注意一点。我嘛，家己知影，我今仔日已经有发菩提愿，我有落实去行有无？吼、哦，有落实去行有无？去真正正入菩提愿中间，我有真正随因缘教育众生无？我有去分段无？所以我叫你卖分段，我嘛无分段嘞。我真正嘞是因为大家要求，讲说你一月日天君节暗嘛，是我休息一下。将来行较远的路，去台北遐，因为那边鱼脊水断了了，因建议的，啊，你路行较远一点嘛，行较久的，啊，无你直直安尼吼，立的吼，阮心足疼的。台北遐女将吼，甲男将讲，阮心足疼，年纪嘛无少啊啦吼，都。那用新历算是六十七岁，用旧历算是六十八岁啊！啊，你大伯呢？安尼早晚心都疼呢。好、哦，这是今仔因要求。像今日风台天，我准备要出门啊。颜如书卡去，讲书跟风台天哦，你无考虑你个人，你嘛爱考虑地主。好、哦，要阁叫人弄出来吼、哦，实在有那是足艰苦、足不忍心的。啊，所以说你停一下嘛，唔敢整一礼拜，遐停一下先落停，对吼？那边啊，啊唔敢阁累过来整礼拜日。所以我咧讲哦，这个大无畏的精神哦，应该是菩萨道，菩萨道较好，较容易成立。唔通讲啊，我得安怎，我得要从啥？不要这样子吼、哦。所以进来电话讲，怪家己啦，那有各种的可能，怪家己。啊，责备家己，为什么？就是为什么我该做在恶业来受这个苦报？吼、哦，所以卖含人，就是过去无含人讲给善念。吼、哦，所以有自己甲依业报的信仰来安心。啊，这句话中国人讲叫做啥？叫做安心立命安尼。吼、哦，安在无？你们知道那个，那个田园富，那个什么人？陶渊明啊，啊，陶渊明啊，伊做官，伊文学真好啊，但是规个朝来来这人拢要害伊讲啊，我回来去种田，种植，看唔写迄篇《田园赋》出来啊，恁有读到无？读到的人举手一下。有吼，田园赋，伊嘛就安心立命啊。讲我的命都安尼，我要回来，我无爱调来做官。吼、哦，苦官，伫楚国个中，我伊嘛讲啊，这官袂做职。我甲楚王扛阴庆，准去投江投迄个汨罗江啦。即即款典故你嘛知影，所以我咧讲安心立命就是安尼。吼、哦，安了解。所以今日日呐，就讲啊，都我都有解收，啊个代志搁在安尼。就是因为咱忏悔无了，啊无定业是可转，但是啊无转的进程嘛是安心立命啊，一定要安尼吼。所以进来就讲，绝对唔通轻信别人，
其实亲戚原来是无什么路用。万一然后含厝边隔壁冤家，啊，咱唔通冤家，东西也冤家，咱哪袂使冤家？咱好了做人的心不好，大家看无欢喜，那嘛是爱安心立命啊。就是咱含这个大家过去恶言嘛，啊，你看有甚物通去讲？哦，我看你唔来接受下落袂？啊，了解无？爱接受的。个人因果就是前，个人的果报就是前世因嘛，过去因，哈、哦，有那好好学佛人学法，听法通学佛的，哈、哦，什么来哈、哦？第四叫做安住心量，安住心量，譬如讲听到真心的，忽然改心真歹相信的，会混乱，自心清净，灵识修，灵识修持安尼。因为菩萨咯，譬如讲咱在家阿好，在家菩萨道的人阿好，譬如讲听到真心，啊，互咱感觉未相信，会观好乱。譬如讲迄个不可思议的法，不可思议的法，我即马讲一句实，毋是一般的凡夫听有诶。我咧讲真正，讲较有影安尼。譬如讲进来，即讲一切法是空性诶。好、哦，这是缘起，随有实无的。我咧讲，输咧在笑一个，啊，这都明明有咧讲无，是不管在家内底，咱屏东遐有一个技术吼，带人去修改安尼，带人去修改了，我唔得讲，今仔日动物唔当甲讲，唔当甲抬，你若甲讲卡只片，你绝对将来。脚趾片会生骨刺，你甲拱大腿，你将来你的臀部会生疼。即马伊在等于讲，哎，上少我做讲迄种白菜嘞，后迄个我甲狗讲我会疼，安听无？讲我甲狗啊拱脚趾片，我会生骨刺，是狗啊会疼还是我会疼？伊讲伊讲迄种白菜嘞，伊唔知伊有一点啊灵气会通到你骨包出。啊，过来讲要甲指导，唔嘛，讲个上少，我都讲个，我白讲，就都无要出来。哦，啊，伊都唔当道理咧。凡初见的代志，你骂人是家己伤害家己，伊嘛唔知影。啊，你甲动物讲卡，你将来你的臀部会酸痛，这叫做果报嘛。啊，怎么这个不可思议？比如讲一切法空的，这是空性的。咱若归种个因缘起，咱知即个物件是随有实无。人嘛是即个生命，虽然讲有五蕴加四大合合组织起来，即个嘛是无常啊。啊，有诶都毋知即个道理，啊都无相信。所以即嘛即句话是讲安尼啦。迄个个你会当安住伫即个心力中，吼、哦，有哪都会当尊敬。佛陀所讲的话，起出一种信仰啊！我即嘛后礼拜因哦，迄、那个莲客经，恁即嘛想做者顺便，迄段是要讲迄个离文字的真理。现在对我有一寡资料，你跟讲好在台北讲两下听。是安怎佛陀佮讲迄个正理不离文字，因内底在用即个传承是变相庄的种传承，吼、哦，迄可能讲起来，足侪人无相信，啊，那可能会听无。但我无法语讲到遐，我都爱顺佛陀经教内底，采取一寡资料出来讲啊。迄互恁来讲阿较完呢，言说的文字吼、哦，叫做。这个叫做啥？这个叫做虚论。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哦，这拢总是要咱促成，互咱开悟。啊，你什么水准开咱开悟？啊，开悟啥物？迄未讲一个话吼，重要是唔是理解啊？实践开。好、哦，啊，即我即后礼拜因啊讲的，法恁有开悟无？
我将甲恁讲一个代志吼，这是前回伫高雄讲过。有一天，燕祖师要出去买物件呢，讲师啊，你欠啥？吼、哦，讲你有欠啥安尼啦？啊，这我路量不够深的，我甲饮料无解完完，吼、哦。我不该应该，我干那个因就讲，我欠开我安尼尔，我什么都无欠。敢听？我干因一句安尼，但是输啊吼，伊唔来听我无法知影吼。而且，祖先中三明四智五眼六通，吼、哦，三十二相八十种事吼，无量功德相，本来具足自由嘛。人家有欠啥？这你敢听有？安尼听有无？哈、哦！伊刚讲一句欠啥？但是你知影这物件本来属于我，可是你若开我，这就浮现嘛。所以我讲，我无，我干呐欠开我。伊是要去办一挂较大量吼，服侍要用啊。爱就先说讲，我要爱啥无？本自古足啊，也无欠啥。结果你们听懂吗？听懂不懂？听懂不懂？哈、哦！啊，这物件那是许，这个砍掉的呢，部分砍掉的呢。啊，你若开开开我开开，这物件就现了嘛。三明四智五眼六通，本自具足。不过这个话有会听无啊？哈、哦！无量功德相，无量福德拢总现出来。这个也不欠啊，但是这个若无深入这个经藏吼，诶，这个大乘经教这空理，一般都听不懂。吼、哦，啊，最近内底甲讲安尼啊，迄、那个临安住在新竹林哦，听尊敬佛说，还当起心量，所以经典中话心如清水珠，这清水珠是个是摩尼宝珠，藏在露水里吼。零清作罪，零清作罪人。啊，比如讲，咱今日信佛得警告，咱咪怀疑，将来咱系往别的种程度，程度咱个人的这种恶有明珠一颗，久比颠倒红色，如今定真光性，哈、啊，破教大仙，上来。啊！对啊，照见大千山了。你知无？迄种阿弥讲安尼吼，咱个人佛性都像摩尼宝珠啊。这摩尼的宝珠，我甲你讲啊，无量十方的世界，无量众生的无量心，咱拢知影，伫心内拢知影。啊，这什么人要？什么人会当到这种水准？开当拢知，就是。台湾家己现啦，唔够有可能安尼。啊，这问题咱就是重要是这个台湾家己变哪现？台湾家己哪拢现哦？生疏作地、妙观察地、平等性地拢浮起来。啊，三明四智、五眼六通、无量功德拢起来。吼、哦，所以即卖会记住。你若是讲将来要真真正正回归到这清净，一定要听佛陀讲的话。啊，佛陀讲的是讲真，讲真就是孝心，啊，是真天性，啊，二性甲大性，这总是爱了了了分明，啊，看你要修啥呢？啊，你若告诉讲到伫遮好，遐阁好，啊，遐阁好，啊，爸爸走，你要成啥？听有无？要成啥物都对，无专心大性，专心来学来听。文书修，啊，你较有可能有这个水准出来，好、哦，都无这个水准了，哈、哦。所以进来这个，所以来当安住信念。我将要跟你讲，要跟你讲安住信念，不是安住福德位哦。你有那一定爱福德讲的这个大乘、二乘、小乘，你爱分别好些，啊，用心的去修大乘，哈、哦，这是安尼哈，安尼住心清净，有那会当随顺清净。啊！你自心清净是不是智慧开呢？智慧开，自心清净，自心清净，智慧开啊！呢，
哈、哦，所以完全受持这个真心的法门，跟真心的法门的大乘法门，这代志恁未使无注意见，啊蒙蔽，啊啪啪照，啊因我嘛是无趣啊，对不对？将因我无趣，所以他讲安尼，佛陀大海，心者灵入，哦，佛陀喏安尼一片安足宽足宽呢。八万四千法门，就是要对治八万四千的颠倒，八万四千的烦恼，烦恼正真智慧开。要注意哦，啊，这是重要呢。好、哦，啊，你那智慧开，当然是开悟自性的这个无生法印嘛。啊，代志就一直解决，叫做不退转倒啊。啊，你不要掉这个，啊，就安尼乌白夸夸装，那像个小狗去装毛孔呢。敢有一句话？做梦狂得笑，迄、那个小狗去做梦得去，要乌梦啊，把死人骨头给食啦。迄、那个做小狗做梦狂，安尼夸夸装装只装只，啊，规阵野狗安尼装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跟你讲哦，恁到底有认同正理是安怎行过啦？起码足地法师吼，拢讲善法，有咩搞不？搞不懂也有了，啊！这塌一地，这塌一地，这塌一地，我夹夹一寡一大鼎碗杂菜面，哈！啊，听人唔知讲伊咧讲啥呢？安尼从内边啊解脱，要行入正法就。我再跟你讲一个事，这个鼓励要去西方的人哦，拢总断章取义的，无一个无断章取义的。因为弥陀三经内底哦，伊拢无要一本的一本按照相讲哦，按乌白夹夹的安尼，念不得去西方，人在来跟你接边呢，无一个无错哦。哈，啊有的是安尼呐，散法，即那是啥？那是天生善人安尼，你过去都无。啊，所以今生在这人间都嘛是散散，伊袂当专本的经来去甲研究好些，准来提出来讲个，散散。啊，有的是讲显法，显法这是人天啦、啊，这那嘛袂解脱啦、啊。有的是讲这，啊，有的是做显法，这不足。但是要来甲讲佛法是不足，这显法世间都有啊。啊，那散法哦，就是无研究经，无深入经典嘛。啊，这对来讲，对个人来对，也是伤害啦。啊，佮听伊遮个人，伊嘛唔知讲到底我讲遮话是几个人个家听，伊嘛唔知咧。啊，听个人到底会有提升伊水准出来无？无咧，散法无呢？经中对头感觉袂，因为佛陀是当时发的吼，就是。一个法就等于一本经出来呢，不是安尼算算呢？啊，了解无？是一本经，一个法就一本。譬如讲，这个就一本，一个法文。哦，配合什么人？现在都有写出来。什么人？什么人当？灵溪经就大富菩萨门。哦，安尼一本经一本，那是规套。咱像一个剧本对头演甲尾，那唔好再讲这个这出题该做啥？啊，袂使讲念伊塔塔啥呢？塔讲，吼、哦，关公甲张飞，啊甲刘备，啊乌白塔，吼、哦，讲三部剧的最主要人物是啥物人？一定爱讲好，啊，到尾安怎结束？吼、哦，袂使白讲真呢。啊，人就讲你这人个偏执剧本哦，偏不好势。啊！若讲说说的人吼错误，若讲你无深入经藏，啊！你今仔日也无学，吼、哦！将来里面那讲鬼破经甲讲好，有人讲啥关公剑啥剑甲开啦，啊！咁对，我头仔讲无好势，讲当时关羽甲开含关公剑甲朝代无共，讲关公剑甲开，三国时代甲开是宋朝时代。乌白塔啦，讲叶辉打张飞，
好了，休息10分钟了，啊。